严肃点，娱乐呢？帅哥，你本人和照片一样帅呢，不过交友网站信息太少了，我们再深入了解一下好不好？你有房有车，身体健康，年收入6位数吗？你处女座开小时代，吃文艺把感情屁吗？太合适了，你们俩在一起吧。口红画到牙齿上了。那你不是 gay？ 别走，别走，你喜欢女人吗？我随时都能结婚。心跳就加快，我不意外，闭上眼把双手敞开，拥抱着爱，像一帮天真熊小孩。 Just give me fun， 一起跟着音乐摇摆，头发甩甩，有你在心情就点赞，自由自在，用笑声把日记塞满，欢乐对白。 We are a happy family， 一触就嗨，管他爱多不多精彩，一切只要有你在。我衣服熨了，头发剪了，眉毛都修了，结果是个直男。热心热心，你要分取直啊！回去在家规上加上一条，禁止介绍直男。直男，直男你可以掰呀。好心当女干废，要不是带你什么形式女友，至于还处女吗？就介绍那几个直男，一个个 low 逼到家了，怎么能配得上我们家赞赞呀？麻烦你下次介绍之前先看看，有点品位的就都是 gay。他呢？啊？什么？晚上去我点子？所以我把他甩了，只有我和我们家 Albert Albers 才能够主宰时尚。你是说那头肥猪吗 ？What？ 我之前就是看你长得跟他像，现在你一年瘦了40斤，是不像了，瘦了跟鲁豫似的，就剩下那张大脸，大脸。我这叫面如银盘。对，你是怎么瘦的呀？怎么一股臭味？真一股臭味？还真有股臭味。闻到？就那麻袋，早上大叔放我看见，人家就临时放一放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算了，我得找点理由。哎，我的姑奶奶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以和为贵。就是对面的大叔长得捞死了，咱可别惹。电梯门怎么又坏？哎，我闻到了，这是咖喱和榴莲的味道吧？这是不是你们时尚圈所谓的香水要闻后掉？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开灯了，好像停电了。这月谁买电呀？是你呀，金鱼脑袋七秒女侠。女生安防是很正常的，是就你。我先去买鞋了吧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有目的，知道你健忘，我已经买了，下个月再换你。赞赞，跟我一起啊。哎，先把电源都关了。遵命，强迫症殿下。6、7，雨霞，请问刚才发生什么了？闭嘴！哎，对了，你怎么瘦的呀？我点秘方呗。Stop！ 干嘛？已经弄好了，开灯吧。等一下，你看现在的场面像不像生日会？
赞赞，你上次生日我没来，要不你现在许个愿吧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好吧，好吧，那许愿我有一个高大帅气、比对面大叔还要厉害的男朋友。你开灯了吧？可萨，我来了，好久不见呀、啊！哎，你们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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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顶级海鲜晚宴，我要顶级海鲜晚宴，我要顶级海鲜晚宴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高清操，我的发小。嗨，我们家几十年的邻居，他这次在北京接了个戏，过来试镜，然后我爸让他在咱们家住几天，大家和平相处，和平相处。最近麻烦大家了，有什么体力活尽管吭声啊，别客气。跟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林小尊，作家，我的前方哥。哦，你好，作家。你好，是礼物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什么礼物？说，生日快到了，不用送礼物。哦，生日快乐。下一位，我的房客 Austin， 时尚先生。哦，时尚先生，帅哥，谢谢哥。哦，谢谢啊。哦，对了，你叫哎，帅哥，你有中文名吗？哦。黄二宝，这名好啊！我觉得黄二宝和什么赵三炮这名特别吉祥。你有病是吗？天我台大脸猫死肥猪，我这叫面如满月啊！这位美女宋一，你的女朋友。嫂子，嫂子你好。帅哥，你喜欢女人吗？我随时都能讲。你嫂子是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她给你介绍女朋友啊？嫂子。你想干？好了，不说了啊！我喜欢的女生可宽泛了。来，你看我女朋友啊，这呢是我前女友，一个白富美。这个呢是我捷克斯洛伐克的女朋友，日本女王。哎，好，介绍到这里了，来忙去吧，忙去吧，忙去！我先带她去。那走了、啊，回头见，回头见，拜拜。哦，有人要失身了。再给你弄张床，没事儿，你还不知道我吗？我到哪儿都能将就。哎，对了啊，我问你，你怎么不跟嫂子住一块儿啊？你知道的，我爸特别喜欢孙女。我在禁欲一年，投胎肯定是闺女。啊，偏方。我们家就是事儿多，别提了，别提。行，我麻烦你了啊，我先洗个澡。浴室在那边。你先洗，我先出去。行。哟，没流鼻血吧？你怎么一起洗澡呢？别瞎说，我对直男没兴趣。哎，你没兴趣，我有哎。这么蠢出来，死一个少一个。要不我行不行？我随时都能结婚的。是了，人家都说了有女朋友，好不好？幸福。眼见师哥还是基友靠得住。赞赞，二宝。我要吃完豆腐，带上我一个。我说了，三个之家禁止搞直男。呀，你不让我们搞，哎，你想独吞是不是？我现在搞出来你就给，我去拿结婚。你站住！我救你！要不咱还生个男孩吧，嫂子这都憋坏了。相敬随缘，即是。
为兄自有安排。贤弟请回，不敢寒凉。那行吧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。拜拜啊。好淡定啊，赞赞，我要给你点32个赞。我说了，我对直男可没兴趣。是吗？哎呀，已经10点了，咱们家以和为贵，这事儿明儿再说。今晚我睡沙发，这样你们没意见了吧？同意吗？同意吗？同意吗？生日快乐。洗个澡，浴室在。我是木木，我是麻糖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这儿就是大冷天的，给大家要一个精彩时刻的呈现，叫做赞客我要。什么是赞客我要呢？是装的特别不知道是吗？嗯，对啊，什么是赞客我要呢？赞客就我要，就是我要我要给你想要的。大家可以在微博上面给我们提出要求，我们会在每一集的义乌赞客的最后呢，表现表达一个大家的好点子。你们可以来微博上面井号井号加赞客我要来留言，说出你们最想看到的情节，或者想要我们演出的举动都可以，我们会选出最精彩最劲爆的一条表演给大家看。对，在每一集义乌赞客的最后会送上赞客我要。这一集呢，我们先要问导演想让我们干什么。导演，男神老娘来了。不小心把下一部清静剧的台词说出来了呢。神清气爽，有没有很值得拥有？好了，这一集的赞可我要就是这样的，大家不要忘了登录和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、微博“义乌赞可”，提出你的要求，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。下一集更精彩，千万要锁定，来留言哦！拜拜，等你，拜拜。高清操想跟大家再多相处一段时间，那大家表决一下吧。家规不搞，小叔子，人家都不喜欢你，你还成天在那嗷嗷待操。我们掰弯高情操。同向绝路尽头，该放手的放手，该抛在脑后。